就是每一格传递的格子里面会有两队的各一名成员。因为小宋会加入王牌家族啊，完成这个传声筒的游戏，所以呢，我为你们这个反诈队请上一位帮手，让我们请上演员张子贤，欢迎他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子贤。好，第一轮肢体比划，第一格鹏哥和我沙哥啊，来，啊，组合表演啊，来，我们上一下这轮要传递的词。你开车，你开车，可以了，传递开始。碰瓷儿，倒是拉我一下啊！倒是拉我一下啊！你假的，演哪儿去了？这都，我那个行，好好，开车滴滴。碰瓷儿，倒地，碰瓷儿。开车，碰瓷儿，都不给我们表演的空间。你感受一下。碰瓷儿，这么简单？是吗？他不敢相信，都不敢相信，这么简单啊？那你们搞了那么久，排练呢？怕真撞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拿出电话，不要私了，让交警来解决这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题，请上词语。一进屋磨了，那咱也想不出来是一波多的，行啊，传递开始。斗地主，抓赌。这往哪儿去？没别人啊。瓮中捉鳖，三个字。这怎么的？获奥斯卡了？数钱，打牌。别动！警察。出来！还是场大场面。来吧！打牌！警察啊！抓这么多呀！三个字！贼窝！三个字！哎呦，还想跑？很关键啊！我在后面拉了那么一下，很关键啊！啊，来吧，你当警察吧。好的，三个字。赌博，赌钱。犯罪团伙。说最后那一趴是关键。哦，那个是关键。不知道。幕后老爷呢？幕后老。
我感觉我应该是猜对了。那你可以猜呀，你要猜了咱们就赢了呀。一锅端。哦。演对了，演对了，这个真不错啊！对，黄白家族拿一分。最后一题，第一格是那个小白杀一格。看我们这回给你演啊，到位啊！加油！来吧，那就上词啊。行。嗯。压正了，压正。传递开始。四个字哈。好，黑社会老大，社会大哥，争先恐后，压你头，鞋，裤子，鞋不压正，精干部。我肯定是正了。那行，那我也斜的。怎么？几个字？首先，我是什么人？警察。这是。猴也是不行，行，关门，放弃了。枪林弹雨，警察跟傻子。警察与白痴，对，确实是。应该叫白痴。这，你也这个四个字的啊。四个字。一个成语。枪击。还有他的，我妹妹。成语四字。老不正经。那也应该从你堂哥这儿出去的。这词儿，想看一下老不正经，给你演一遍好吗？来吧，老不正经。这个样子猜不出来，我跟你说，小童啊，离开家族。这个样子猜不出来，我跟你说，小童啊，离开家族。来吧。街溜子。邪不胜正，差一个字儿，邪不压正啊，邪正，这个为什么是邪呢？我们看到的是，非说我是猴。好了，这轮挑战呢结束了啊，最终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